今天来一个六条经络的大胖海参，看，胖娃娃。哇塞，超肥，看六条筋。哎，来来来，给你加点辣椒面。哇，肥死了。嗯，看多厚。皮薄肉厚，最近有点虚，多吃两口补一补。喜欢的宝宝双击关注。我老公说了，如果我这个视频能够把老虎虾吸出来，并且收到咱家铁的1000个赞，下个视频他给我买20斤。我想看看20斤长啥样，老虎虾长啥？想看到宝宝双击，哎呀，全是虾脑。这是虾膏啊，还有虾线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虾线断了，不扯了，扯得扯半天。我火车呀。今天来一个10斤重的火辣大鸡排，必须来点秘制辣油。哇，够火够辣吧？你这根本不够火辣，你看我的，靠，又不是你吃，你给我加这么多，我的妈呀！宝贝儿，喜欢吃辣的一定要给我个双击，我的妈，看着都吓人。哇，爱吃辣的宝贝儿，双击双击，喜欢吃肉的关注，两个抱头排一排，谁点双击谁发财，原味的辣味的，今天我想吃原味的。不行，你给我拿了个辣的，再来点六，辣死人不偿命是不？你咋这么狠呢？你要双击呀、啊！这个视频双击过1000，下个视频不给你加辣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宝贝儿，给一个吧。我看咱说话算不算话？今天吸个小波龙，如果能吸出来，请赏我个双击；吸不出来。不要，要了打脸。吸出来了，双击能不能赏一个？喜欢的顺便关注一下。这是一只10斤重的尾巴，超肥超大，宝宝能不能给它一个小红心？哇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肥的龙虾，还带红膏，看着没？哇，嗯，满满的膏，见没见过？见过的双击，没见过的关注。嗯，好香啊！关注关注。